上主，求你怜悯，因为我孤苦伶仃，垂视我的困苦艰难，赦免我的一切罪愆。以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们在这台弥撒啊，也特别在六月耶稣升新月，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体啊，那整个世界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台湾的新冠疫情啊，昨天啊为止啊，我们有累计8842个确诊啊。137个人因疫情而过世，我们求天主的怜悯，也让我们更信赖耶稣圣心的爱，每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宠，悔改来归向天主的爱。现在我们大家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上次的安排永不会错，求你消除人间的灾祸，恩赐我们万事顺遂。以上所求是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阿们。攻读多比亚传。我托比特心中非常悲伤，痛哭流泪，开始呻吟祈求道：上主，你是公义的，你的一切作为都公正，你的一切措施都慈爱忠诚，你审判万事。上主，现在求你眷顾我，看护我，不要因我跟我的祖先在你面前所犯的罪恶和愚昧而惩罚我，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所以你使我们遭遇劫掠、俘虏、死亡，使我们流亡在外邦人中，受他们的讽刺、嘲笑、诅咒。现在你因我和我祖先的罪行而加给我的种种刑罚，都是针对事实的，因为我们没有遵守你的诫命，在你面前没有忠诚行事。现在请按你的圣意对待我吧，请你收去我的灵魂，使我从地面上消逝，化为灰土。因为死比生为我更好，因为我听见了无理的怒骂，我心中很是忧伤。上主，请你救我脱离这种苦难，领我进入永远的安所吧。上主，求你不要转面不理我，因为死了比活着看见这许多苦难为我更好，这样我再也听不见怒骂之声了。同日，在马大尔克巴塔纳城里，拉古尔的女儿莎拉听到了她父亲的一个使女的怒骂，因为她已嫁过7个丈夫，
而恶魔阿斯摩太在他们按礼俗与他合房以前，就一一杀死了。使女对他说：“是你杀了你的丈夫，你已嫁过七个丈夫，但是你连他们中间的一个姓氏都没有得到。你为什么因为你丈夫死了，就责打我们呢？你也跟他们去吧，但愿我们的永远看不见你有儿女。”当日他心中十分忧伤，流泪痛哭，便走上他父亲的楼台，想要悬梁自尽。但他转念一想，说道：“绝不能让人讥讽我的父亲，说你只有一个爱女，但是她因受许多苦难而自缢了。这样，我必使我老年的父亲悲惨地进入阴间了。还是苦求上主使我死去，总比我自缢为我更好。这样，我一生再也听不到怒骂了。”当时两人的祈祷，在荣耀的天主前都获得垂允，所以天主派天使来福去医治他们两人。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上主，我一心仰望你。上主，我一心仰望你。我的天主，我依靠你，便不会蒙羞。不要让我的仇人向我夸耀，凡期望你的人绝不致失望。唯有妄想而背信的人才会受辱。上主，我一心仰望你。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途径，求你教训我，以真理指导我。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救主。上主，我一心仰望你。上主，求你怜及你的仁慈，你一向就以慈悲为怀。上主，求你忘掉我青春的罪愆和过犯，你慈爱宽厚，请垂怜我。上主，我一心仰望你。因为上主温良而公正，指示罪人应走的道路，引导谦卑的人履行正义，教训善良的人遵循坦途。上主，我一心仰望你。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上主，求你使我明了如何遵行你的戒律，我要以全副精神持守不渝。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来到耶稣跟前，问他说：“老师，梅瑟曾给我们写说，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了妻子，而没有留下孩子，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为给他哥哥立誓。从前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娶了她，也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子嗣，最后那妇人也死了。在复活时，他们都要复活，她将是他们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曾娶过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正是没有明了圣经，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而错误了吗？因为人从死者中复活以后，也不娶也不嫁，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关于使人复活的事，在梅瑟书上荆棘篇中，天主怎样对他说的，
你们没有读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朗的天主，以撒可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所以你们大错特错了。上主的圣言。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的读经跟福音给我们分享了天主的奥秘以及痛苦的奥秘。那我们从多比亚传里面我们看到了多比亚的父亲托比特他是一个善人好人埋葬死人，做很多的好事虽然穷困他依然不断的尽他的力量来帮忙这些穷困的人但是他就是我们昨天读经的记载就是他在休息的时候，飞鸟来那他的眼睛就是那个飞鸟的粪便在他的掉到他的眼睛从此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人就有嘲笑他你这样的做，你这样做的事情你做这么多好事还天主还这样惩罚你就在嘲笑他他万分的痛苦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多比亚传里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撒拉就是多比亚的未来的太太一样的太太那她也一样的遭遇她曾嫁给七个丈夫那受恶魔的戏弄，每个丈夫跟她结合之前就过世了那她也万分痛苦但是我们看看随着这两天的读经我们会看到天主在这个痛苦里面因着他们对天主的信赖那天主派天使来降服他们也医治他们那我们今天的福音也告诉我们一个信仰的奥秘以及人对天主的无限的一个不能了解所以今天福音也记载告诉我们不相信复活的撒都塞人来为难耶稣就是说假设 人有复活那一个人 有七个兄弟姐假设一个家庭有七个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有七个兄弟那假设兄弟娶了一个妻子但是因为没有立下指示那照他们的传统就是弟弟有义务娶了哥哥的太太为给哥哥立誓那假设七个兄弟都是过世的那最后复活的时候这个妇人是属于谁的妻子娶过他那当然他们故意为难耶稣但是耶稣也告诉他们复活的境界天主的境界不是他们所想的在天主的眼中所有人都是活着的那换句话说不管生者死者在天主的眼中在天主的境界里面在天主的创造里面都是生活的那只有我们有限的人才会想象说这样的一个区别那特别我们人的渴望也是分享爱爱最亲密的爱就是从夫妻的关系里面因为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个爱是专一的也是陪伴也是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表达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在天主的预定的计划里面那在耶稣的天主的爱里面天主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死亡并不是结束那死亡的透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带来的恩宠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死亡之后分享天主复活的生命那我们的生命就跟天使一样我们的爱人渴望的爱不只是受限于原本的有限的关系而是我们能够像天使一样分享天主的爱然后能够自由自在的去在天国的生命里面去爱每一个人分享天主永恒爱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跟读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在我们困苦的时候，那只要我们来信赖天主，天主是生活的天主，是活人的天主，那我们信靠他，我们信赖他，那天主会给我们所需要的助佑，如同我们的无辜的受苦，或是生命里面的挑战，我们没办法理解的地方，那我们相信天主的照料，如同今天的托比特还有莎拉一样，那天主的眷顾依然在，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更加的信赖，那我们在耶稣圣心月，那我们也在这个疫情的时刻，那这个疫情我们相信，天主会用这个疫情来结出善果来，那只要我们来相信他的爱，相信他的大能，那我们如同耶稣圣心的一个召唤一样，耶稣圣心邀请我们来信赖他的爱，来信赖他对我们的救赎，来信赖天主对我们的一个爱的永恒的复活的生命的计划，那我们人唯有来接受天主的这一份爱，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改变，那我们的人才能够符合天主愿意给我们的爱的一个计划，分享天主永恒的生命，那我们也在这个爱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来面对现实的挑战，那我们也相信唯有我们回归天主的圣爱，那回归天主对我们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接受天主这一份爱，我们彼此的相亲相爱，我们彼此的团结在天主的爱内，团结在我们耶稣圣心所显示出来的天主的爱内，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这个力量来克服这个新冠疫情的病毒的挑战，所以我们再次在这台弥撒里面继续不断的祈祷，求耶稣圣心他的爱他已经愿意给我们了，那我们透过我们的祈祷让更多人来领受这一份爱，也透过这一份爱我们世界各国的领袖人民也能够彼此来团结共度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怀着这样的意向继续来举行这台弥撒，天主降福大家。上主啊，天主，你是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你劳苦果实麦饼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啊，天主，你是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你的苦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有赞美。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祈祷，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托赖你的慈爱，带着礼品投奔到你可敬的祭台前，但愿借此感恩祭的举行，靠你圣宠的话语洁净我们的心灵，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必能使人得救，因为你是人类的创造者，你借着你中爱之子，也是人类极宽的代表。你创造的万物应当侍奉你，你救赎的子民共同赞美你，你的诸圣也全心歌颂。因此，我们随同所有的天使称扬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基，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你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你贝的仆人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枯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宣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们也再次怀着信德跟爱德，我们准备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相信啊，生活的天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再次的愿意借着我们对他的渴望来到我们心中，跟我们结合在一起啊，也让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生活的挑战。现在我们一起啊，协同教宗方济各，我们来诵念神灵圣体的祈祷文。吾主耶稣，我俯伏在你台前，向你献上我痛悔之心的忏悔。我的心陷入虚无的深渊，却又沉浸于你圣善的临在。在你爱的圣事里，我朝拜你。在我献给你的简陋居所内，我渴望领受你。在等待圣事性共荣的福乐之际，我愿在精神上拥有你。吾主耶稣，求你来到我内，我也进入你内。愿你的圣爱能燃烧我的整个生命，无论生死，我相信你，我盼望你，我爱你。阿们。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蒙受了你圣子圣体圣血的滋养，恳求你派遣圣神领导我们，使我们不仅以言辞，更以实际的行动为你作证，岂能日后同生天国。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你们继续传播福音吧。感谢天主。